老脏哎，笨。哦，不叫那笨，怎么干的？那笨，那机灵的笨。耶。我不管，我就捏的去干，我不干。没做，不想做。没做啊，我晕的。就我晕。哦。你俩都故意吧？一直干。一直干。哦。哎，一老来，没老机，一老机的。完了。哦。账本呢？这是账本。刘老师，压力风的。嗯。我没有耶。哦。有单的吗？有，那六根比方嘛。卫生。卫生。哦，那六根。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妹。今天来打杂子哟，然后呢，现在在厨房里面，这是老公寓打出来的杂子啊，是生杂子油，这种杂子油可以放十年都不会坏。因为今天下雨，所以待不了沙滩去，所以来打油，跟小哥叫小哥一起来的。在差不多五点钟了，我们早上九点多钟来，因为就是老工艺打出来的比较慢嘛，不是用机械打的，所以很慢。现在呢还没打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是怎么打出来的。然后呢我也是第一次见的，我反镜头给你们看一下，让你们长长见识。这根没烘干的哦。烘干了。这个是茶籽打成粉，打成粉了，然后老板娘把它弄成型了，然后再压住油来。那他扎着也得动哟。整整忙了一天，从九点多钟、十点钟来到，现在刚好五点，五十斤油就这么多。油打好了，几十斤油打了一天，因为这次用那个老式打油，所以特别的慢。如果用机械的话，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。我们从早上十点钟就到这里，打到现在五点钟了，费用都花了150块钱。因为我们这里打油的费用是按多一斤油3块钱的费用给的，50斤就是150块钱。然后先回去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拜拜。